谁说艾克不能打输出？阁下的大成九五固然强大，但假如我是机甲共振艾克的话，那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神来之笔，哟，再来一次，闪瞎眼了没？这是假的吧？太不经打、艾克最强的专精装，我称之为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如果遇到你就给我狠狠的拿，他可以直接将艾克从法坦变成战法。他的技能会命中两个内的所有敌人，并造成220%的提升伤害，但不再降低敌人攻速。谁会在意那点攻速啊？拿了这个专精装之后，一星艾克就是副 C， 二星艾克就是主 C， 三星艾克见一个 C 一个。你有病！咱们三费小组开局直接就二星尼拉了，中间还二星亚索，这我怎么输？三连胜来到大选，大选拿个走风大爆回来，直接把气血和法爆给他，让宫本给艾克打工，保证连胜。有兄弟问，你咋知道你就能玩艾克呀？哼，来自陆平的自信呢。不出意外的五连胜来到野怪，我装备太多的原因就给了我一个龟壳的，回来妮蔻就来了，直接换上四星手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伤害提升220%的是什么概念呢？我们拿下艾克的毁灭性共振，回来直接换上六星手。现在的艾克就是又肉又有输出，开大有盾加嘲讽，一群人围住他之后盾破了，直接炸一圈，然后气血就把血回上来了，然后又是一个技能，这就是武林绝学，你过来呀。又是轻轻松松五连胜来到狼哥，狼哥给了一堆装备和英雄复制器，回来继续连胜，就是爆杀。来到最后一个凯克斯，机甲毁灭性共振艾克已经就位。神来之笔，继续探剑，回回第一，无法摆脱的永恒宿命。常常责怪自己。被人卡牌我也递不出来呗，好兄弟都受不了吐槽了，发牌员你真该死啊。